可是干什么？好啊好啊。喂，你是不看人哟？贵客来迟，对不对？ Hello? 你好像看见。我来介绍一下，你认识咩人不？啥啊？伊就是阮大金博因三姐公的伊小姨啊，就是阮伊查某囝。啊？我来讲一下，你认识？大金博的不是伊查某囝。你甲看麦啊，讲了偌清楚的。大金博三姐公啊，因为生啊伊查某囝。你讲话哩哩浪浪，讲话哩哩浪浪，我听啊真清楚啊。对啊。伊叫做豆花导灰，哎，吼，伊今天也是要做这一日助理的，嗯，对不对？你也好啊，讲照顾，听好无？是啊，一日助理，相当粗，我嘛是代班一天，甲土豆割掉，敢讲我会不会买去哦割掉 ？No！ 你放心，放心，你嘛是讲爱下自己嘞，爱下子，是啊，爱下自己嘞啦。阿瞎子，阿瞎子，哈喽啦，哈喽，哈喽，哈喽，好好好，哦，等下别搞假，来，你姐姐，啊，嘿，姐姐，好好好好，来来来，我跟你讲，一日助理就简单啦，小爱讲吼，这些东西阿舅阿姨苗啦，这些东西阿舅阿姨苗啊，哎呦，来高级咖喱，阿舅阿姨苗啦，做高阶啦，你做啥做阶啦，啊，阿我嘞，阿舅阿姨苗。你 Q 了啦 ，Q 了。嗨，阿红之家欢迎大家来唱声，我是阿红啊。我是 QQQ 的欢贵，我是灰灰灰的倒飞。嗨，今仔个所有听众朋友要来关心这场报道大代志的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啊，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啊，这個、天气可爱，美丽个活泼的豆花妹妹出专辑啦，这一切拢是大美妙啦。酒嘞，直接叫好舅舅嘞。来来来来，你讲你讲，人家讲真嘞，你也讲咧放假诶。爱讲迄个阿公诶音苗啦。好啦。这一切拢是啊，一个好消息啦。啊。这边什么什么行？那公告无赶快。哎，我是主持人嘞，我要讲啥我就要讲啥嘞，对不对？各位亲爱听众朋友，这天津话不可爱，有个美丽的豆花妹啊，伊咧出这专辑唱片。豆花妹不名叫做蔡黄如。哎。你扑啥？你扑啥？蔡黄如那也叫怂嘞。有啊，什么怂？蔡英文啊，别名叫廖清廷啊。廖静宁啦，廖静宁，廖静宁跟我怂嘞。啊，蔡黄如我气质嘞，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蔡黄如豆花妹人也要出专辑唱片啊，所有的宅男啊，伫厝内底拢食袂落饭，困袂落去啦，真正是足欢喜的，你讲对不对？对啊，再我跟你讲哦，我嘛就该。而且我买遐无好去哦，我看不卡召唤我，我看不卡召唤不行吗？停。哎。嘿，安娜。我你进前啊，我嘛有看你的节目啊。进前你有看我的节目？嘿，那我就会刚，我就有看到啊，像安心雅，我会学爱蔡黄如啊。安心雅学蔡黄如。系啊，我嘛会遐哦。你买魔王安心雅，魔王蔡黄如。系啊。咁咁咁咁，啊！这是安心养魔王蔡王，对啊，啊蔡王哪一部队是安排表演？我看我卡召唤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卡召唤。卡哇伊，哦，大哥主演的啊！所以我这嘴人啊，你讲什么宅男女神？我刚刚风铃晚就是跟他豆花妹，就是宅男，嗯、对不对？帅，可爱哟、哦！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嗯、对呀、啊，你就帅，你几个？错啦！我要讲，我感觉吼，迄个宅男女神吼，应该爱是该奶的时阵都爱奶，啊该性感的时阵都是爱性感。啊，塞哦，我不要性感。你不要性感啊？性感、啊。性感哦。我会，我再来一下。哇，看人装可爱哦，这款我们装可爱人。哎呦，那叫光吹啦！塞，我买下。然后看金山的，哦，你卖个局限，因为这边没有摄影机啊，拢无一款，像我镜头。你那边哦，我平常就我平常，啊，你那边一条或者一条啊，尽量放到金山。啊，别吃冰冻，吃冰冻，啊，别啉水，啉水。真的。嗯。啊，我叫嘿，哎，还有挤粉刺，挖鼻孔，不脸。忙哎，忙就破啦。乖，不要破坏人的形象，你有心机带过党的新闻过来。不，这大家听众别可以拿阿红旗下的哟。小辉，你长得好像豆花妹哦，比红贵还可爱呢。我哪有比她可爱？
我只有比他多大概三分之八口爱而已。比我多三分之八，这样是我是你的，应该是我是你三分之一吧？对啊，就是你是我的三分之一。啊，对对对对对。啊，不啦，这样也是我比差。阿三，阿三，啊，你就对我啦，你比不比比人较差？你看嘛，比人较粗。来，阿文吉阿六。小慧，你觉得安心雅模仿豆花妹模仿的怎么样？我觉得模仿的很像啊，每次她一模仿我就曝光度更大，然后每次我没有去参加的节目啊，她都会帮我去参加，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两个豆花妹哦。我帮你跑那些跑不完的通告，哎，你就是善良，你人情善良，人情高义哦，了不怪。我跟你说，因为是说你在这电台上说的话是在心肝里面，但是安心也在现场，他就不会这样说。我一点不会说，你没问过安心也怎么说？就够水的啦，因为白酒，白酒这样全部塞掉，对吧？加个七气有没有？心肝怪怪。来，阿红姐姐你好。阿红，我也感觉豆花妹的专辑很好听，但是有什么他要跟那都合唱？啊对哦，阿中哦，专性啊，艺人这样子的，你怀疑跟洪都拉斯哦，怀疑跟伊阿 Ken 啊，是怀疑跟伊的这个徐杰辉，你林秋菊来哟？哎，我当时林秋菊啊，我就唔知啊，伊就好我钱啊，好你钱哦，提有两万给你无？无，提钱给你哦，那林春讲起来哦，伊唱歌到底好听无？哦，哎，我听过啊，迄个纳豆唱的是袂歹啦，啊，另外一个哦。哦，嘿，唔知啦。好啊啦，卖得蛮康气啊啦。是吓到你啦、啊？没有没有，我都是这个大大脑康啦吼。啊，在哪里都有得到什么意见啦、啊？哦，我刚刚导会唱歌，你干嘛叫我听啊？你干嘛会唱这？我刚没回酒店，奇怪，到底什么人是主持人？你刚没回酒店，奇怪，哎、欸，这电台是我开的呢，所有的广告拢是我在叫的呢，我要唱啥就要唱啥呢，什么什么叫伊唱，我哪要唱，我家己嘛要唱的。我心内，哎、啊，这艰苦未？我马上邀请豆花呢，有人带来这首专辑的主打歌《幸运女神》。城市有思念，歌声悄悄蔓延，这份心情可以透。谁？轻轻许个愿，只要你在身边，对我来说就是100分的甜。抬头仰望的蓝天，脚下的街，描绘你的世界。在窗外的对面，是彩虹的起点。我告诉你啊，对啊，怎么讲啊？那你不跟我买样子，你是我新的体验。OK， 我听一摆就好，来关好，跟你关好无同款。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咱伫咧这个所在呢，看到咱豆花哈豆花妹这么认真的分享，咱绝对爱甲支持咱豆花妹这个专辑唱的《幸运女神》，你敢听吗？非常欢迎，对不对？还记得节目刚才后回继续的阿红姐姐，感恩多啦。拜拜，拜拜。唱歌好听的啦，安尼，你唱歌吼，安尼啦，我安尼吼，我做你经纪人好啊，哎呀，我甲你想着唱片的制作人哦，马上甲你要重新个打造，我甲你出一个专辑唱片。真的？你稍等，我来开下电话。哦，你先拜拜啊，拜拜，先你好。我甲你讲啊，这个运吼，为土豆开始吼，经过绿豆、甲红豆、甲鸡皮蒜，才到我粉粿，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好好这位好你冲去哎，啥意思？我三个最爱人
公，你好可爱呢。哦，啊，恁两个讲话才投机的呢。不紧，恁若讲话有机会哦，人即马伊可能有一个另外事业要发展，我甲你找一个较好的唱片制作人，叫做陈子鸿，还要帮你出张专辑唱片，叫做《超幸运女神》。哦，是哦。马上就再版再版，然后又 EP， 然后又一直有专辑大卖。干干干干。哎呦，你该说再见，那来去出唱片。哦，来。再见哦，家己好好的关机哦，下次再来。你讲哦，你好好过你的电台哈。拜拜。拜拜，下次再来玩呢。奇怪啊！我唱歌嘛就好听，哪拢无人要甲我出唱片？各位宅男网友们，阿粉贵嘛爱出唱片啊！哦，大家还是爱多多支持粉贵哦！我是。